的板子。好，一会儿见，拜拜。请上玩家有一号、二号、五号、七号、八号、十号、十一号和十二号。现在时间12分，请十二号玩家发言。好，我淹了三茬沙啊。太多的话就都在酒里了，好吧，都在酒里。我咽了三茶沙，为什么要咽三我也不想详细了，你们就当我叫三号玩家站边吧。然后我就一个愿望，希望五号玩家别跳预言家就可以了。因为我是如果和一二七八十十一呢，我觉得这个可以一战。因为五号玩家跳预言家的话，我会控制不了我自己。反正五号玩家别跳就可以了。我验了三是查杀，然后警徽流我就验四，然后再验一个九，四九顺验。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发言的预言家，我验了三是查杀，我希望人与人之间多一点信任，少一点套路。因为其实我真的太多话也不因为我是已知三号玩家是查杀嘛，然后我看到五号玩家起来的那一刹那，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绝望的。那我们江西品行，我先说一些伪逻辑的东西啊。你看我是狼，我能不能给五号玩家丢查杀？我为什么要叫三号玩家站边呢？等一会儿我知道一个预言家会受到很多谩骂、攻击以及诋毁，生而为预言家，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但是不要人身攻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可以讲逻辑，但是你告诉我哪里不像，我来解释。你不要就一句话啊，他不是啊，这种也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好吧。我第一天验了三四个查杀，我警徽流四九顺验，在下预言家，好不好？好。如果你的，因为像我这种平时接触演艺圈比较多的，像其实曹曦月这种拙劣的演技被我就识破了，但也不怪你们，因为你们平时和演员打交道打得少嘛，只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因为等会儿武大白起跳，这局游戏也不骗我，因为我是预言家，所以骗的也是你们，反正也就这样吧。还有30秒，今天的三分钟过得尤其的慢，你知道吗？其实我也聊不出什么，就是我就等待审判了，你知道吧？但是能不能出个三嘛，你就当帮帮我们，对吧？等会三号玩家一定跳不出什么身份，因为他是我的查杀，他也只能就是等会又是演，反正今天就是演员的诞生嘛，我们京城大赛之演员的诞生，好不好？我也希望刚才那个守卫像我一样优秀，跳出来为我号一下。我肯定不会像七号玩家一样说他是倒钩，好吧？发言时间到，过了。一号玩家，我觉得你十二号玩家，还是觉得很抱歉，七号玩家，对不起，我真的菜，上一把没有好好记笔记，这一把我重新记个笔记啊。那十二号玩家给三号查杀，然后验四和九都是在井下，那你觉得井上没有狼吗？对不对？你井下已经验到了一个查杀了的话，你井上不该丢一丢吗？那你警徽流丢的不好，那你我就不信你。且为什么一直验三呢？三十好骗吗？那你也没骗他，你给他一个查杀。那你三号我觉得应该，我不太信十二，我觉得三号应该是好人。五号刚刚这么的鼓掌，那看五号的表演，再次给大家对不起了，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过。二号玩家，他主要是吧，上一局没上一局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提错了嘛。不是，主要是他每一局他就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个五号他明明就是明显是要跳的，他刚刚十二发言他鼓掌，你说这玩意儿
哎呦，你这，我是个人觉得，我是觉得吧，这个鼓掌，我觉得你是预言家，那是个狼跟你在跳，你怎么能鼓得出来掌呢？当然没准五号玩家不一定跳嘛，对吧？但我是觉得，至少十二号玩家前面他尽力了，我在这个地方，我软站边一下那个十二，好吧？然后那个，假设最后五号玩家起跳了，我们再听一听他的发言嘛，对吧？就是你别整。没事，就是也没什么其他的了。我就觉得我想听一下这个五号玩家到底最后会不会跳那个预言家，好吧？啊，我过了。五号玩家。那要这样的话，其实我刚才鼓掌的原因是啥？因为其实我跳没身份，我也是预言家，跳不跳？但是，就是比较巧，但是你查的三号，但是我查的你的身份啊，我查你十二号，你是个狼。啊，其实那个守卫呢，其实也不用跳明身份啊，因为我已经跳明了，今天晚上可以守我，对吧？看看是不是平安夜嘛。然后呢，其实现在台上的话，其实也应该也有狼，不止一个狼啊。十二号狼，跟三号拉对战是吧？三号狼有可能是个好人，他十二号想拉三号下水，因为他知道我可能是一个预言家也跳来了，他跳太早了，但是我直接明跳，好吧？然后我五号身份就是预言家。然后那个骑士就是不用那个表明身份，直接守我就可以过。七号玩家，啊，那刘景辉刘，其实刘谁呀、啊？留个四吧，好不好？一言四，那。这盘可不好说了，因为五号肯定是预言家，但是十二号到现在都不自爆，说明十二号是狼枪吧，等着崩人呢，是不是？出谁啊？听听呗，那怎么办？反正我肯定跟五号站边，今天就出十二。人家不是，我就没明白，人家五号连警徽流都不留，为什么不给人家警徽啊？那人家都让着你十二号了，你这还留几回留呢？好吧，我就跟五号站边了，今天就先出十二，然后如果能听出小狼的话，就在小狼里面找吧，好吧，你就验四就完了，你就留的四刚才，好吧，我过了，八号玩家，那个在七号发言的时候，五号也进行了一番解释，他刚才忘留了，确实是。就是圆满了，这整个发言就算刚才把刚才仅有的一些小漏洞算是填上了。然后你干嘛呢？等着吉人自有天相呢？你是他妈恶人自有天收，还在这等着？第一排的时候是谁说要拿啊？还听发言呢？我这早就忘了发言是啥了，我现在就想干死你啊！后面还有俩人好好发言，然后这个十二号收拾收拾，你也不一定能上得了路，看一看吧。我是好人啊，我是好人，别伤及无辜，跟我一会儿的一点关系没有了。咱们先说明白一下啊，我给大家捋一下轮次。现在在轮次里的有谁呢？有这个三，有这个五，有这个十二，有这个七。七啊。我不管是为什么，反正他先站边的五，就是轮次一定是在我前面的，明白吗？所以说就是现在就是三五七十二一定必须死在我八前面，不要这个过早的伤害到我八身上就行了，别的没什么，我过了。十号玩家，哦对，忘了，我肯定站五啊，因为五号跳预言家了，所以我就。要打你出去没问题吧？这逻辑其实也就这样，因为其实我这人特别有一优点，就是我不记仇，我绝对不会因为上把王宝把我奶穿了，我就这把把他弄死。反正我一直相信昨天晚上我是被黑夜吓死的，反正那就要不就出个十二吧，但是十二是个，我估计他到现在都不自爆，很可能是那个狼枪，那要是个狼枪怎么办，对吧？我不知道了。反正那因为十二给三发了个查杀，我觉得十二号有可能是在脏这个三号的身份，就是也有，但是也有可能三号就是他狼同伴，就他给这个三号发个狼金嘛，发那个狼查杀嘛，就这是我听到的。然后
关键点就是拿完警徽之后听一下六九的发言，三四六九的发言吧，我觉得还是要找一找，因为井上现在这么听下来的话，等十一号发完言不太确定井上有谁是有狼面的。对，反正十二号现在应该是明朗了，因为五号这状态认不下也得认了。十一号玩家，我上姐是为了那个感谢一下投石。前两局忘了感谢，然后谢谢琪琪国王跟起司，然后送的那个果盘跟椰汁。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嘛，在我这儿，按道理讲听的是最多的。其实我。我的逻辑支撑我站十二，但是我的心有点控制不住。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十二号是有预言家面的呢？首先他没必要在他首之位发言，给三丢查杀，而且三还是井下的一张牌，就给他发金水也不是不行，还能骗骗票。然后这是一点，然后就像十二号刚才说的，那我要不就直接给五丢查杀，不就力度更大吗？我觉得他这个发言确实是打动到我了。然后我就在想，那如果十二号是预言家的话，那三五七八，然后七八让五起跳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因为上局也是这个八号玩家让六号玩家起跳的，就是真的就这种就是属于没法打，你懂吗？就新手让新手跳预言家，就对多高级别的狼来讲都是噩梦。所以我觉得七号玩家跟八号玩家在这一招真的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其实我是站十二号玩家的边的，我是觉得五号玩家，我来这么久都没拿到预言家牌，凭啥你拿到？我不相信，你懂吗？我觉得五号玩家拿不到预言家牌，所以我站十二号。过来，四玩家发言结束，对手玩家请灭灯。人在井上的牌有五号、七号、八号和十二号，其余玩家请到手投票。三、二、一，请投票。三号、四号、六号、九号，井下玩家均投给五号，五号玩家当选警长。你们三位灭一下灯，七八十二。昨夜是平安夜，警长选择四或六发言。四号玩家请发言。听我发言，我没啥好听的，听听三吧。投给五是因为倒也不是说新手不新手啊，因为如果那个十二是预言家，狼不就是三五七八嘛，对吧？那七八站错边了，那不就三五七八？那我觉得一般这种时候把七八强行塞到狼坑里，然后打出四狼来的时候，好像七八都不是狼，好像是。所以说我觉得三五七八不太成立，就投给五了。虽然五没留警徽流，但七不是帮你留了吗？十一的发言虽然站边十二，但我觉得不是太像狼，说实话，因为他的那些点，但十一最近站边好准，那十一站边的点我听着是一些他有自己的思考嘛，包括什么他觉得五拿不到预言家，然后包括什么他觉得十二说他不查杀五，但是王宝宝现在拿狼怎么只会以退为进这一招啊，每次就卖惨卖可怜，求求大家帮我出个三，就这一套，把灯灭了，你不是警长。先站边五吧，好吗？因为那这个票型出来，加上井上的发言，你看到那只有十一一个人站边十二，那十二肯定是狼枪了，大概率吧，不能说肯定。那如果十二是狼，就是狼枪。那他如果开普枪来，也不能说。但是我觉得吧，那你看这个板子怎么打呢？那五号玩家如果说是一个预言家，你让他外置位归人也不是很现实，那不就得七号八号站出来主持一下公道吗？如果有好人的话，是不是？这把能不能我们是好人队友，七号八号不要又是什么三五七八搞我们好人，好不好？你听听三发言吧，听听三发言。而且还有一个点是十二发三查杀，我觉得三这把还行，我觉得三这把还行，好吧，我过了。三号玩家，然后有一个送给三号玩家的空投，是一个 ID 叫 loser 的人，然后给你留言说给 W 大哥打 call。 那又怎么样？但是非常感谢王宝宝，哎，谢谢你，终于不会站错边了，我太感动了，从来没有人给我发查杀，我这么感动过，真的是，谢谢十二，谢谢十二，绝对不是狼查杀狼啊，然后呢，
我觉得七八应该是好人吧，反正如果是狼枪的话就不出十二。然后呢是这样，首先我是个平民，我在井下的原因就是平民嘛，上井就不尬聊了。然后十二号呢老给自己加戏是吧，我心想我拿个女巫十死了，我那不想当然救，第二天怎么十真死了，我心想我不是救了吗，乃川，哎，我跟你就是命中相克，但是今天非常感谢给我发茶杀，可别再给我发金水了。然后我跟四号说一下，是我觉得四号有点像好人的原因，是因为七号帮五号压的警徽流是四，如果说这个警徽流不改的话呢，可能还会验到他身上，我觉得他也呢就是相对来说可能轻松一点，但是并不是说我一定认为他是个好人，我只想说三五七八我不配在这张桌子上跟五七八拿狼，所以我是一个好人，好吗？我的表水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呢我比较怀疑是狼人的，因为我自己是开卷考，我知道五号一定是预言家，十一号今天的表现都挺好的，也站对边拿狼也藏住了，所以我可能觉得十一号在末置位说站边十二，然后一定把七八打到五的团队里面，我觉得十一可能不太好。然后呢因为我前置位也只听过就是大家在五没有发言之前，二面对这种新手马上就要起跳的情况之下，他还说他站边十二，我就暂时怀疑一下，我也别太怀疑了，我一个被查杀的平民，我就听后面的我觉得七八应该是好人嘛，听他们归票到底投不投十二。然后五号你一会儿要留警徽流，就是你自己想验谁就验谁，但你一定要说出来啊，好吧啊，过。我是个人觉得三号玩家就一个瑕疵，就是你觉得四号玩家是好人，但那个四号玩家不是保了十一吗？哎，我觉得这一局好像三跟他的好人状态不一样，但也没办法，就是你说如果因为上一局三就被验了嘛，这一局王宝是预言家，他验三验出来是个狼，他也没说他的心路历程，再加上五号玩家都又跳预言家了，对吧？所以也没办法，龙哥，你几乎你是等着你就留遗言吧，我就觉得，因为我是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三号玩家对十一号玩家的定义，因为我觉得井上十一号玩家跟十二号玩家不能是狼同伴，因为假设啊，因为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所有的人都不站边十二号玩家，十二号玩家很极大可能是一个狼枪，对吧？因为他起来选择给三发查杀，然后发出那样的言，他就必然是一个狼枪。那十一号玩家是他狼队友在那冲什么呀？我就这一点，我觉得三号玩家可能不是特别好吧。当然无所谓了，因为人微言轻嘛，对吧？所以我也改变不了什么，我就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好吧？那就五号玩家，我是觉得就是就是还行啊，就还行。然后那个我觉得再听一下那个五和十二的警徽流吧，咱们好人就记一下警徽流吧，好吧？那我就过了。一号玩家，还记还在记笔记，那我想跟你说记笔记他没有用啊，你看上次我也是玩得很菜。然后我想说就是他上个警徽流是四九，那井下的是三四六九，那三号已经给他查他已经给他查杀，三号肯定不是狼，那就在四六九里面，然后他的警徽流是四九，那应该是有一头他的狼队友在四九里面，所以验四或者验九验一杂一。然后十一号这个时候跳出来，然后其实四号还保了一下十一号，我就怕他是明保暗降，就怕他是这样明着保十一其实是脏十一，因为十二号现在很有可能是那个狼枪，对不对？那我们不敢下十二号的同时，那你可能就会下十一，所以十一你对他好好聊一下吧。十二号这把不可能是预言家了，各方面的状态包括发言也不是，虽然他记了笔记，对吧？然后我就跟五号走啊，然后这把看人家七号让我下谁我们就下谁，好不好？然后五号记得有警徽流，我也觉得验四号，四号和九号验一杂一了哈，过。十二号玩家。
等会我肯定是要发个微博的嘛，我的微博的小笔记。我想请问一下，是五七八三个跳预言家跟我一个人干是吧？听七号玩家归票，七号玩家是爹吗？七号玩家。我对七号玩家的定义是两个字，畜生。然后我对八号玩家定义是狼。然后我着重记一下，因为我怕到时候大家不承认自己在警察的发言。一说不站边我的理由是因为我为什么留警下的警徽流。我只能告诉你去补习一下京城大师赛前面那个留警上那个警徽流的预言家都被几票投死的。然后十号玩家站边的逻辑我是真的一个字就听明白，因为五起跳了，所以五就是预言家。还有十一号玩家是谢投石嘛，站边十二。井下的所有的票是 give me five，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好像总觉得是给全场人都丢了茶杀，但不重要，但是也不重要，反正我现在是狼枪，你们也不投我嘛，但在那达成共识了嘛，非常好。就是我现在是预言家啊，我只是想那个能不能祈求一下众生平等嘛。不能八号玩家拿预言家的时候你们就说发言好的那个人是预言家，我现在没有听出我发言哪里不好。八号玩家说的是，他说不希望狼人杀现在变成不留警徽流的那个人也是预言家，我说七号玩家帮他留，七号玩家还真帮他留了。可以欺负我没有关系啊，确实弄不过你们对不对。然后我真的是个预言家，我验了三四个查杀，那能不能投一下三号玩家，他反正跳平民了嘛，能不能投一下三号玩家，就是狼叉三狼，就是狼叉三狼。不是因为你们就不讲道理吗？等会又要说我撒泼打滚，那确实没有道理吗？五号玩家啥都没说，那个啊，谁还说什么我为什么要验三，有什么有心路历程，五号玩家跟你说为什么要验十二了吗？说了吗？你们憋一下。他说验我的理由我帮你说，怕我打你吗？我是不会过的，大家沉思一下，把心放下来，沉思一下。我还有多少时间？三十秒，大家就想一下，我为什么是个狼？这确实很难玩嘛。那个预言家每天出局的都是预言家，我验三，我真的有心路历程。我说一下，我觉得他想我闽南是狼，好吧？我也希望有一个守卫能够站出来，为我耗一耗票。五号，你别，确实，二陈老师是吧？二陈老师，确实我拿岳家派你出来悍跳，确实七班是能够那个，确实玩不过你们，好不好？我真的是个预言家。他都聊爆了，我还不是预言家。我最后说一句，我是预言家，好吧？这个东西就是你记的笔记不知道是什么，反正这是我记的笔记，字字诛心，好吧，大家过了，我愿加处五。这个时候如果我能往回游游能接受我吗？我能不能死在这个十二号后面啊？就是我发表我的观点，我也说了我站边的理由了，我只是就是个人建议嘛。但我说实话，我开就是入夜前我就发现那个八号疯狂敏人，然后我还跟他对视了，那个时候就觉得这八号肯定得有身份牌，就不是预言家就是狼。然后结果这八号这也啥也不是，我就觉得这个八号牌底下得有东西。然后七号跟八号在那交头接耳，我就觉得他俩可能是两个狼。然后呢我就结合我那啥，然后我就站了十二号的边，但是我就觉得站十二号也赢不了，我还是站七八吧，我站五，可不可以？就是我觉得游戏这么玩肯定没有毛病，就是，我那我站五吧，然后我就过了，你爱是啥是啥，反正我不想死在这个十二号的前面，我确实跟他不认识，我只不过是多嘴帮他说了一句话而已。That's all， 过来，十号玩家。十一号发言有启发到我啊，我觉得要是大家都说站五号去打十二，确实有点不公平。那这样我也站七八，反正就十二盘，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让他带人，然后就给他弄死，像毒死之类的，
要不他就一直会在这儿嘚瑟。其实，嗯，那十二号，我小狼听一圈，我暂时没听出来有什么小狼。那可能发言最差的，我觉得十一是最差的了。听一听吧，就找找呗。我觉得听听七八的发言吧，怎么出？因为出十二的话，他肯定得开出一枪来了，我感觉。就听听后面发言吧，我过了。九号玩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八是张好人牌，但七我没太觉得一定是好人。但你们所有人都在说七八一定是好人，听他们归票。首先我是张五边的，为什么呢？十二井上有一句话说的是他为什么验三呢？因为可能是教他站边嘛。就你给三发完查杀说，因为我验三的原因是教他站边的，怎么着？你验三之前就知道这是张查杀牌位。你给他要今天发个金水，你说这三是占你呢还是不占你呢？都已经被你骗了一次了，你是觉得这三还能再占你一次吗？就是这个心路历程也太不饱满。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十二今天如果但凡拿一张预言家牌，他跟五的对话就只会说，五号玩家，你别跳，后面那个七八不管谁今天让你出来跳的，你别跳，你就让他们自己跳，你就让他们自己跳。今天五谁让你们出来跳，你就别跳。就十二号但凡是个预言家，他只会发出这种言，而不会说。哎呀，五号玩家，你别跟我跳呀什么？就是他其实已经慌了，就他看到五在顶上的那一刻，他已经慌了。而但他如果是预言家，他根本不慌。这他如果是预言家，他有啥慌的呢？我就跟你赖吧，反正我是个预言家，我怕什么？我就跟你说，你别跳啦，你就让后面七八那两个谁哪个脏东西派你出来的，你就跟我跳。就是我觉得十二号他如果拿预言家，他就会有这种心态，但他没有，所以我觉得十二号。你的心态上输给了五号玩家。你看五号玩家在你说预言家的时候，他都说他信了。我觉得这五号玩家有点牛逼，就是他心态上比你好，更胜一筹，好吧？我觉得四挺像一张狼人牌的。我觉得你的状态还是挺像一张狼人牌的，不知道为什么。刚三说你状态好，我觉得你被点的时候，你状态还挺低的。然后三的表水也特别好，就是三他表水我觉得聊得挺过关的，所以我认为五应该是一张预言家牌。八号玩家，八号玩家发言啊！我其实挺感动的，真的。而且你们就在嘲笑这个十二号玩家，其实我是特别肯定是十二号玩家的，因为他一直在不断的去尝试狼人杀新的发言方式和打法，那一直在去不断的创新，这点真的很值得其他人去学习。那今天拿出来一个，给直播间观众看笔记的这种，新式的这种。操作，我这又学到了一些新东西吧。我觉得现在可能来大师赛最大的魅力就是能够从十二号身上学到更多的新东西、新发言。从这个小外婆是一个起点，后来就是你不断的在提升自己，不断在开拓创新。我他妈都想哭了，很感动。然后这个很求死，很求死啊。然后还有点特别感动，就是现在这个精神大赛这些所有人的发言真是越来越好了，真的听不出来谁像狼。哎呦，很棒啊，都很棒。哎，然后我相信那五拿预言家，七先咱们这么确定一下，五先是预言家，七跟五站边，七连输两局了，归个狼枪，崩一枪。完了，七得外这边归一个，看看你归谁。我过了。七号玩家，然后七号玩家累计到现在已经收了四个小书包了，所以现在40分是全班第一啊。什么狗屁东西啊！你妈，他说的最多分最高。对呀、啊，不算一个吗？怎么是同时投的？这个因为是同时投的，不分先后。对，就那就下回谁直接就是满整十个小书包，那还玩个屁啊？对啊。什么意思嘛？钱的很贵的小书包，小书包很贵的。行。哎呦，怎么办？哎呦！我他妈心跳。那个感谢可可和芋头，然后四二五号派大西的小花卷以及君君的这个小书包，哎，然后。感谢那个袁浩和钱逸娟的投石，然后他们是说那个从 PK 看我们狼人杀，然后也那个经常看我们精神大师赛，然后希望我们办得越来越好，然后他们说十月份就要结婚了啊，再次也祝你们那个这个新婚快乐啊。还有那个亮亮的投石，那个我觉得这盘
我觉得可以先出四号，因为原因是因为首先十一号在井上站边十二，我觉得那就扯嘛。他说十一号站边十二点是因为五号这点是因为他从来没拿过预言家，五号你来凭什么拿预言家？这个站边理由我觉得就是编的。然后但是四号把十一号保了，这是一点。还有十二号刚才说什么我替五号留警徽留太欺负你，那不是言外之意就是留了个狼吗？是不是十二号？那反正我建议五号可以先归四。当然你要是觉得不想归四拿不准的话，那你还想验验四的话，那我们还是正常出十二，好吧？我这也都可以嘛，开一枪就开一枪嘛，对吧？反正也有小书包了，要没有小书包我就跳身份归四了。但是现在情况变了，我也不跳身份了，好不好？那就没了，那就听五号吧。我只是建议啊，没了我过了啊。六号玩家。啊，五号跟十二号我占了五号啊。光说预言家，一个预言家一直是这么做的，就摊下；还有一个预言家从头至尾一直是这样，就是我就是预言家。二臣从拿到这张牌开始，这个腰痛不痛就一直板直的这样子。这个预言家不管从外形上面就是板直成这样啊，我你这个预言家都已经都钻桌子底下了，哥。你拿了警察拿了预言家，你往桌子下钻不好吧？有损这个形象，你知道吗？所以，对对对，然后我还是相信你哈，五号是那个预言家，五号玩家。其实我挺怀疑十一号跟四号的，因为四号上一把欺骗我感情了，给我欺骗坏了，给我骗死了。然后十一号有可能也是捣乱是吧，但是他现在已经归我票了，我暂且定他为一个好人。然后其实这盘的话我想先归票给四号，然后我再下一盘我再验一下，好吧，发言结束。归票那不告诉归票谁啊？归四。好，发言结束，警长归票四号，请在到时候投票。三二一请投票。三号、四号，哦，三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号、十号，投票四号，四号投票三号，十二号投票五号，二号、十一号弃票，四号玩家出局，请留言。欢声笑语打出奇迹呗，七归我你就归我啊，我是个啥呢？我不是女巫就是守卫呗，我也不知道我是个啥。不是，那怎么能投我呢？你的查杀是十二，你演的十二是狼，你是怎么确定七是好人的呢？那三五七八也打不过，要么是三五七八，要么五是个憨憨预言家被七八骗的，因为七八都投我嘛，那就七八十二都是狼，你怎么打？没法弄，真没法弄，没法弄在哪儿？没法弄，老师也不在，就没法弄。那七号玩家他都收四个小书包了，他还能外出会归小狼吗？对不对？不聊爆了吗？那没法儿，我不知道是三五七八还是七八十二带外住一个狼，那你们就真投啊？你们咋想的呀？外住位的好人，我就不知道咋想的了。那没办法，那我不能是，你们就当我是个狼吧，你就当我是个狼吧，好不好？我过了。啊，一言结束。牛肉干，你也有一个小书包。哦，我不知道。谁投的重要吗？好，现在请便。欢迎回来。然后、那个、牛肉干被外搂了。对，被外搂了。然后那个戴老板还是厉害啊，戴老板是氪金玩家呀，玩不过呀，看不到他写检讨了，没法弄。京城书包赛。京城书包赛。然后其实也是正好有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投食多了以后呢。咱们是有这个的，对。我们的月饼又出场了。对，我们是可以理解大家这段时间就是投点小书包啊，投点什么，又能给喜欢的那个主播加加分儿，然后你拿第一以后又可以把这个月饼拿走，然后后面可以让你喜欢的主播给你写个寄语或者场上一些嘉宾，对。然后如果你本身投食量挺多的话，你可以就在那个投食那个地方留个言，你就说如果我是第一的话，我希望在后面让谁帮你写东西，或者让谁和谁或者怎么样的帮你写东西，你可以留个言，然后那个就提前让我们知道一下嘛，然后到时候赶在中秋节之前把这个月饼给你们发走，因为周五结束了以后，周六给你们发，也许周一最快的话你们就
就是那一天过节那一天你们就可以收到。小书包好像是300多啊。嗯，好，天亮了，我们先切回去吧。昨夜双死，8号、11号。没有言，经常选择6号或3号发言。3号玩家请发言。哎呀，大家都觉得四是王，就我，确实还是太菜。但是我反正跟大家一起出票了呗。然后我自己反正我还是比较怀疑二号玩家的身份，就是除了12号是一个狼以外，我比较怀疑二号玩家的身份吧。如果大家现在还是站五的话，我相当于是个反向金水，对吧？然后呢，刚才五号你得说你验了谁，就是你锦辉流是谁，不然的话那个万一你被刀你又验个查杀的话，你的锦辉就飞不出去了。然后我没有什么新的更新发言了，那我就先我就清采一下二号，我就先过了。二号玩家。不是我没认他，我被欺骗了吗？我是觉得就是你不知道怎么说呀，你就说他们是狼。关键是这样，我是觉得这局你们看啊，七八是两个好人，假设你们站边五的话，七八是两个好人，然后狼人就全部倒钩五号等死，就真是等死，是不是？就因为三五七八，因为所有的人都站没五嘛，七八是两个好人，狼人就在这挂机，等着七号、五号和八号挨个挨个把他们投出去。反正我是一个好人，我是觉得，我是个人希望四号玩家是一个狼，我是真的很希望他是一个狼。那就再听一下那个12号和5号玩家的那个验人嘛，5号玩家不是连警徽流都没有留嘛，对吧？那我们再听一下呗，然后这一轮我会投票的，好吧？因为我昨天觉得4号玩家还行，所以我最后没有投那个4号玩家。但我估计我昨天如果投票的话，我也会在52里面投。我可能听不了7号玩家的反应，好吧，我过了。1号玩家，妈呀，这局好难啊！因为这个4号其实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狼，然后其实我蛮想知道这个7号玩家是不是狼，12号玩家一定是狼，这个为什么不读呢？为什么不读呢？他这个狼枪留着不是就给晚上毒的嘛？你不毒他，那你的毒药就留着，对不对？你撒到了，我都不知道是毒狼难道女巫难道毒的是11吗？真的，我现在就是7号玩家，不知道啊，我不知道7号玩家是不是好人。如果7号玩家是坏人的话，外置位投让大家投给了4，保了12号，让12号晚上也不会，他就会让所有人投12了呀，他不会提醒我们这一段，对吧？那7号玩家应该是好人。那另外的狼12号，不懂了。那我就在9和10里面应该有一个了吧？我这把是个好人，听一下7号玩家怎么说。五号玩家跟你说一下，你一定要留警徽流，因为如果你不留的话，等你死了，你那个红灯给谁？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你要你验到了查杀，你说你那你给谁？对不对？所以警徽流一定要留一留啊，一定要留一留。好，过。12号玩家。镜头，别办了好吧？这比赛转不过来吗？是？这不你的设备吗？还在传播吗？你去那边转，不用过来。是卡住了吗？那怎么办？卡住了，那怎么办呢？我跟你说，我帮你搬。自己家的设备都不给你面子。真的卡了吗？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吧。能动吗？不能动了。那我去那边发言吧。你可以坐我这儿发言。哦，不行，那个都转不过来。什么重新启动一下？我靠，关键性发言重启，我操，我老点事了。稍等一下，那个镜头卡了，我们那边设备重启一下，然后切过来。看不到，
然后他应该是说什么自己要发一些关键性的言，然后我也不知道好汉去哪儿，所以现在就我自己。其实那个八十一双死，我自己的感觉肯定是十一是吃毒了，然后八是吃刀的。因为昨天我听十一的发言就有点奇怪，然后其实现在主要就是判断七到底是不是好人嘛，对吧？大家觉得七是不是好人？因为其实四也是听七的，然后把四号直接给外搂了嘛。然后我是听四的一面，刚才不是觉得不是很好，因为感觉牛肉干他拿好的时候还是会发出一些比较好的言啊。好汉老师回来了，因为设备出了一点问题，所以呢现在切到导播间。什么意思？然后大家说好汉老师已经这么黑了吗？就是已经完全看不到的程度了。对，我给大家表演了个隐身术，屌不屌啊？然后谁发生什么问题？怎么的了？就是因为那个摄像头一直转不到那个王宝宝的脸上。啊，不需要看王宝宝，为什么要转到他的脸上呢？他说他要发关键性的言论。哦，哎呀。然后我正在给大家讲，我说我觉得七像好人，然后因为我觉得牛肉干的遗言也太不用力了。对，就是有点那种。他是狼被点在台面上很无奈的那种感觉。反正就看嘛，因为歪哥说十二是狼，他没有选择站边十二，因为我觉得五号玩家起跳的话，场上会有很多人都会去站边五号的。对 对, 对，就偏向站边五，所以就确实是这一把，如果五是预言家，因为我也是偏站五的嘛，我相信那个弹幕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偏站边五的。那没办法，有那个新手光环啊。对对，所以说那个王宝宝老师就坐牢啊，他就坐在场上坐牢，甭管他是什么，就坐着就行了，不用管他了。我该减减肥了。对，我确实是，我还在持续减肥当中。对，是吗？嗯，我还在持续减肥当中。我觉得还好吧，没有很胖。我已经连续三天吃宵夜了，我这两天没有控制住自己，我得反省反省，从今天开始又得断粮了，就不能吃了，要不然就胖了。但是还是有人想站十二是吧？大家现在就是那个站什么？站十二也可以，但是人性上来讲就先站边五嘛，因为五号玩家就确实是他起跳连警徽流都不留，你就没法说他是狼人，太不像狼人了。其实我觉得因为今天五号第一次来，然后综合他前两局的表现，你会发现他确实不是一个常玩狼人杀的人。对，他因为他前两局用十七票，对，然后发言其实不管是狼人和好人的内容都很少。是的，所以就是按理说是很难相信他上来就悍跳。对，所以还是倾向于他是预言家多一点啊，虽然他没有留警徽流，说我自己验就不告诉你们。特逗，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他不太像狼。反正大家看看嘛，有人肯定也是会站边十二的，不可能说十二发完言所有人都觉得十二是狼人，也不会，一定会有人觉得十二可能是，所以这个就慢慢看嘛。对，因为十二其实发言蛮好的，王宝宝现在那个狼好人发言我觉得都不错。不像他最早的时候，他拿狼的时候没有那么开心。就拿狼的时候就是总是发言很悲伤，现在拿狼的时候也能起一些状态。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也不是特别好听。对，我刚刚看到弹幕有人刷了好几条，说我天天去济南 EY。 对啊，你想说明什么呢？我是啊， EY 确实也挺好玩的呀，是一个狼人杀桌游吧。对对对对对，济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狼人杀桌游吧，然后确实也挺好玩的，每天都能开启至少两桌，周六周日能搞个四桌，确实挺好玩的。所以怎么，你是在意外见过我吗？那你要见过我的话，下次我要去的话有机会可以一起玩啊。谢谢给我，谢谢说好看的那个弹幕，我好像从来没有回应过。对，好多都在说什么韩寒子好看。我操，你把衣服穿上行吗？怎么那么白呀、啊？你太可怕了，这屋太热了，你很奇怪，你把衣服穿上吧，显得我好黑啊，我又他妈黢黑了。
大家说为什么我旁边有一个假牙在说话，太搞笑了。太过分了，你们要这么说明天我不来了，让一个人给你们讲单口啊，我真不来了。单口我休息一天，因为我比较适合捧哏，你知道吧。那他们老欺负我，天天你妈说我说我就不来了，说我不来你们就听着一个人讲单口，反正对吧，也无所谓，我就休息一天嘛。明天正好，明天我不来，我可以去济南去EY玩，玩到个里边。对，我可以玩几天。因为从这边去济南就一个半小时的那个高铁就过去了，然后过去以后吃个把子肉，晚上喝个酒，然后玩个狼人杀，贼舒服，贼舒服。反正现在其实你平常也会经常玩面杀对吧？我们还都会玩。没有我们每周都玩。哦，我知道你们是聚会，每周都会组织玩。我现在啊，那边好了，我们先切回去。他们都站不对边。我们那个设备暂时修好了，我们现在十二号玩家发言。昨天晚上验了70斤水啊，但我没想到，我是觉得你但凡有一点人性，你今天就把我归了，因为也没有女巫了。以后五号玩家就跳狱，后面都你们帮他发就完事了，我认了，我狼王，反正你现在就归我就完事了，现在没有毒，谢谢女巫没有毒我，反正你们现在就把我归了。七号玩家，你但凡有一点点人性，能不能先别归我小狼？那四是狼，十一也是狼，好不好？确实打不过你们啊，没关系，你可以继续留。你能验到我们五号，能验到我们那个小狼，就你们就赢了。我肯定开枪不带五，好不好？你别再归我小狼同伴了，行不行？确实打不过你，我给你发个金水，行不行？别的没有，因为女巫现在也处理不了我嘛，我的确是狼王，好不好？你别点头了，你根本和人站边的事情一点也不干。你今天赢这一把，再加上四个小书包你就上岸了，然后明天你就开始恶搞我。我今天就10分，我明天输一把我又要写检讨了。就没搞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双标呢？这你看八发言的时候他就说了个玉，这警徽流就没留过，但不重要，这和你没关系。那我拿狼王的时候我想能够挑一挑。来了一颗原子弹，二陈老师确实跳不过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为什么是狼。我拿狼的时候嘛，七号玩家是个预言家，说我跳守卫打他是倒钩他，哎，然后这个东西从来没有出现过短路，连我拿预言家也弄我。我爱京城大师赛啊，然后我还要做的，那确实打不过，观众朋友们确实打不过嘛。那你看他们，他说什么弄不过你，这样你帮我归个守卫行不行？反正八肯定是女巫嘛，对吧？你帮我归个守卫，如果你自己是守卫我们交了，你自己守卫我们交了，好不好？但你别骗我好吧。你不，如果你但凡有一点点人性，如果你再归我小狼同伴，就稍微过分了一点，已经都倒钩你也要归，那个四头的是五你也要把它露出去，好不好？小书包老师，好吧，戴师老师，麻烦你好不好？别再归小狼同伴了。小狼你勾住勾住勾住过来。十号玩家，哇塞，我就看那个他使点劲，我能不能给他掰下来。那个就我就一个疑问，为什么这十二现在还活着？是不是女巫给他毒死了，他就应该开不出那个枪来了，是吧？如果是的话，其实昨天他那个发言就能听出来了，因为他跟五号对跳的话，如果他要打五七八那个是一个队伍，都是那个狼人去干他的话，他那个以王宝宝的性格早就去贴脸了。他昨天那个状态明显就是已经开心起来，就是认狼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还其实挺明显的。那女巫也没去毒他呀，我觉得听歪哥的，就尽快把这局痛快点就搞定了，就完事儿了。对，也太辛苦了。九号玩家，我觉得可能一吧，因为六不像，可能是一吧。那二也不像。不是，我跟你说，王宝宝真是有多脏啊！四出局的时候，王宝宝在那说了一句：“这四不是个女巫就是个守卫。”哎，这种就是我刚投完四，他在那儿。场外信息说一句这种话，你知道脑袋不会就是突然间嗡的炸一下吗？
就还是有的吧，多少还是有点了吧。虽然我觉得这五肯定是个预言家，但在那一刻我还会有一种看向七，你不会搞我吧那种感觉。那当然还好在这十二号也认狼了，就我没有了。我觉得这八不能是个女巫走的呀，这八号玩家是女巫，这十二能不吃毒吗？这十一能吃毒？我觉得不太能啊，过。七号玩家。啊，那个我是个女巫，第一天一号不是饮水吗？你还不是饮水，第一号是饮水。那我觉得今天我肯定不会说小狼，我也不知道小狼是谁。今天就出十二号好不好？十二号你就把十号报，哎呦，那个就出十二号，你爱攻谁攻谁，好吧？我过了。六号玩家。啥玩意儿？我也过，我没什么说的，直接机器反正也要直接撞到那，我过。我跟那个五号头，五号玩家。哎呀，其实我昨天晚上验了八号，八号是一个好人牌，然后呢，今天十一号也没了，那应该是女巫没有读十二号。那我感觉的话，就是十一跟四号里面肯定已经出来一只狼了，然后十二号肯定是铁狼，然后还剩两只狼。两只狼的话，那就看咱们十号跟六号，我有点怀疑，六号一直跟我票，但是你上一车也是呀，那我先过吧，我这把可能是九号十号里面可能会找一个吧。归谁呀？归七。我有点犹豫。你这个眼神跑什么劲呢？归谁啊？归姐，归十二里。哎，对，十二还活着是吧？活着啊！归十二，你坐着，真是哎我。那肯定得开枪。那啥意思？枪也不让开。归十二吧，那就归十二。警长归票，十二号请来倒数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十二号玩家全票出局，请留言。今天他们是要砍你的，因为他们砍了你也是我死，所以我把他们拦住了，因为我找不到你们做人的证据。你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听出来了，你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没有四个小书包，你直接跳女巫鬼死，是这个意思吧？我懂。我呢，我其实是无所谓的，只要观众朋友们看得开心就可以了，好吧？还有让你们亲爱的代宝永远不写那个，你们这一周投四个，下一周你们直接投六个，就直接把它投成六十分，好吧？我们下一周再弄一个就是可以减分的环节，就比如说我及格了，你们把我丢成负的，好不好？又有个新环节。不是，我都很难理解，我都很难理解这个人是怎么发的台。那怎么我汉跳狼也就算了，对吧？我还要跳。二陈老师预言家，他就说了个玉，我就死了。他锦辉流也没流，啥都没流，这不重要。关键是你说七八里面给我们配一个，可以外搂一下，可以藏一藏，对吧？我开个枪把预言家带了，我们再玩一会儿。晚上起来七八都是好人，还弄个女巫给他，你直接把小狼毒了。我们也不能说你毒错人，我已经听出你言下之意了，你不是第一圈就是说，我凭什么带你啊？我凭什么你还要叫我狼枪带好人？不可能，我就带七。哦，白天他羞辱我，晚上我开枪我还不带他。我就说一下，可以啊。我肯定带七，好吧？我帮你留个警徽流，验一下一号。他自刀，我帮你留个警徽流，好吧？我带七，我是不可能让七号玩家活着。然后我希望你以后能够做一做人，就像比如说，哎，你看我拿的好人的时候，你就说你不知道，然后是什么意思？你就这局真的就差没跳女巫归四了，我觉得你稍微有点过分，好不好？你藏一藏行不行？你小书包也有了，你让你明天有一点存在的价值，而不是明天就是为了搞我而存在，好吧？希望你明天能够做个人，好吧？我以示警告，请你吃个枪子，
我带七。十二号玩家发动技能带走七号玩家，七号玩家请留言。谢谢那个甜瓜投石啊，那个我是女巫，然后那个没事，然后那个就那就剩十号了嘛，然后就十号就四刀，对吧？我过了，就因为你肯人家都要验石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十号就可以自刀一下，没办法，因为确实这个悍跳的这个人的水平太差了，拖累你了，十号也没办法，好吧，我过了啊。跳完家一言结束。好，十号玩家交牌，游戏结束，好人胜利。我们来复一下盘。好，这一局游戏的狼人牌呢是四号、十号、十一号和十二号。十二号是狼枪牌，守卫是二号，预言家是五号，女巫是七号，猎人是一号，平民牌是三号、六号、八号和九号。第一天晚上，二号守卫空手，狼人落刀一号猎人牌，女巫使用了解药，预言家验十二号狼枪是查杀。第一天白天，五号真预言家牌当选警长，四号狼人牌被公投出局。第二天夜晚，二号守卫牌自首，狼人落刀八号平民牌，女巫开读十一号狼人牌，预言家验八号玩家是金水。第二天白天，十二号狼枪牌被公投出局，开枪带走七号女巫牌。此时场上最后一张狼人牌，十号狼人选择交牌。游戏结束，我们这一把是好人胜利。那我们今天现在小书包的数量是 JY 四个小书包，然后牛肉干一个小书包，王宝宝一个小书包，对，然后明天上线一个小钢尺，可以扣十分。好，那个刚刚呢，就是因为这个十二号玩家的提议啊，所以我们明天决定上线一个小钢尺，然后小钢尺投送一个是可以给该名玩家扣十分。那大家要记住哦，明天既可以投小书包，也可以投小钢尺，然后不及格的玩家要写检讨。那我们今天的三局游戏就结束了，咱们明天七点再见，拜拜。